你没话说，我倒是有话要告诉你。我要出国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要出国了，系里让我出国做交换生。你走进你要出国了，你就没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今天我想留住世界。出国挺好的呀。然后呢？这一刻我才发现。然后呢？说话。我跟小菊都说开了，她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，跟你一样。怎么？不相信兄弟啊？啊？亏人家小菊还很得意的跟我说有人喜欢她。嗯？她真这么说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但是我真没想到你是一个气性这么大的人。我那是生气你们两个吃饭都不叫我。行，我给你道歉，我错了。